当佢哋喺亚兰面前嘅私人审讯结束，同埋佢哋个人私下同耶稣会面之后，该亚法召开公会，呢、这个即系管治委员会，要去通过大祭司们佢哋嘅小圈子决策。公会系由70位全地首席嘅领袖所组成嘅，咁而大祭司就系公会嘅头头或者系统治者啦。嗰、那个晚上，各种捏造嘅指控同埋流言都指向耶稣。但是他们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判耶稣死刑。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本来耶稣所讲的乃是指他这个身体的殿被毁灭之后三日又复活了。他们将这个说话断章取义来解释，于是耶稣就被指控或企图毁坏圣殿了。耶稣并没有答辩这个离谱的指控，直到大祭司直接问他，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前往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前往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要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当被直接问到你是不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就回答是，并且引用但以理书7:13的弥赛亚经文在自己身上。大祭司的反应就是撕开他的衣袍，并且宣告耶稣已经讲了前往的说话。那些见证人异口同声话他是该死的，要定他死罪，并且他们侮辱人质，掠口水在他面上，用拳头打他。这个美丽的圣彼得鸡鸣堂是起在传说的该亚法宫殿的位置上面。这一片在天花板的很夸张的彩色玻璃窗，就描述耶稣答应该亚法这位大祭司说，有一日你会看到我驾云复临。该亚法是确有其人的，证据就是在1990年11月被确立的。在开发耶路撒冷旧城南面的和平森林公园道路的时候，有一架推土机就拱冧一个坟墓，工程没办法不停低下来了，拉比们就收拾啲死人的骨头和将它重新埋葬。考古学家发现有几件骨盒，里面是装着验骨之后第二次埋葬的死者骨头的。其中一个盒上面写着 Yehoshef Baki Ayafa，即是该亚法之子约瑟。这里所装的就是大祭司的遗骸，那位曾经在公会前主持耶稣的审讯的人。耶稣答允这位老祭司，有朝一日他一定会看见人子驾云复临。或者只是祭司小组在该亚法的宫殿里面开了个小型会议，然后才带耶稣去到公会大法庭的面前审讯。去到最后，耶稣所讲的说话都被利用当作为判决的根据，虽然这样做是明显地违反了犹太律法。犹太学者曼蒙尼德他这样写，我们法律上有一项基本原则保障，不能以一人的话定他自己的罪。一人若在合法召开的法庭承认自己有罪，这样仍不能判他有罪，除非有其他二位正式的见证人。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耶稣而家就从公会被解到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的屋企，希望当局能够通过他们这个审讯之后所判决的死刑。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让罗马人确认他们所判决的这个亵渎乃是死罪，以及宣判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死刑。
一般在罗马做官的人都会懒得理他们，或者甚至鄙视他们，尤其是犹太的奇怪律法。所以路加他就注意到这个指控是怎样从亵渎变成叛乱了。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大希律在死之前就已经安排他的儿子们继承他管治全地，该撒奥古斯都不让他们称王，所以他们只是一族的统治者。安提帕的核地有加利利和比利亚，腓力的核地就是巴丹尼亚，阿基路就接管犹太、撒玛利亚和以东。结果显明阿基路是一个很差的管治者，于是在公元六年就被罗马罢绝和另派巡抚。比拉多已经是第五任的巡抚，管治犹太和撒玛利亚。他的住所在海边的该撒利亚，这一块出土的石头证实确有其人。这段碑文其实是献给该撒提比流传闻的一部分，上面说，本雕比拉多，犹太的长官。因为逾越节是一个高峰期，是充斥着逐出罗马人的弥赛亚异象，所以比拉多他都来到耶路撒冷这里过节了。万一城里面有任何动乱的事件呢，他就可以即刻有效地将它解决了。到了今天，啲人还在争论到底比拉多在城里面的住所和裁决所在哪里呢？传说指出的地点呢，就在这里，就说在安东尼亚堡，在圣殿建筑群的隔离。这个不可思议的碉堡是大希律王所起的，并且以他的守护神马克安东尼命名。它是位于西门或者圣士提反门里面没几远，而东面就只有这道门是对着吸伦曲开放。这个堡垒位置优越，军人可以迅速地解决任何问题，甚或圣殿院里面发生的动乱。这个位置也都是流行的苦路，也就是方制路线的起点。所谓苦路，乃是跟着耶稣从比拉多前受审去到约瑟新坟墓那里停留为止的一段路。安东尼亚堡已经在公元七十年同圣殿一起被提多的罗马军队所毁。今日有一所回教的男校建于前址，是十架之路的第一站的记号。因为这间学校对朝圣者来讲不是很方便啊，所以大部分人都会从对面街方济会的边台修道院那里开始行。这里有两间教堂纪念那日朝早所发生的事情。定罪堂里面有一块靓绝的彩色玻璃，描述比拉多前的受审。但是今日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比拉多他是应该住在希律的宫殿里面，即是靠近城的另外一边，是靠近西面的雅法门。那里的位置今日叫做大卫塔。约翰他提供这个故事复杂的一面。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由大祭司领头，宗教权威以虚假、亵渎和动乱的罪名将无辜的人捆绑。现在他们将耶稣带到去罗马的衙门，要求将他们判耶稣的死刑生效。只但是他们都太挑剔的缘故，所以他们是不会来到外邦人的宫殿里面，唯恐自己成为礼仪上的不洁净，以致不能够参加逾越节的筵席。所以比拉多他就没办法不出来了，问究竟你们要指控的是什么罪。让人好奇的，为什么他们说他们不能够处决任何人呢？因为三年半之后，他们判决史提反，就将他拉到外面的吸伦谷用石头打死。向人钉石头就是犹太人的极刑，是很残忍的，但相对地是比较快的行刑。
但系佢哋唔要用石头打死耶稣，佢哋要将佢钉上十字架。耶稣早前已经预言话：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后来保罗写话：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点解耶稣死喺十字架上就系犹太人嘅绊脚石呢？因为呢个系律法讲嘅咯。摩西喺好耐之前就已经写低啦。被挂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诅的，因为摩西五经话被挂喺十字架上嘅人就系受咒诅嘅。咁耶稣点会系弥赛亚呢？所以呢个对犹太人嚟讲就系绊脚石啦。当权者要超越传统嘅死刑，改用罗马人嘅办法，佢就将耶稣钉喺天地之间嘅十字架上边。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话：你说我是王，没错，其实我都是为此而生的，也都为这件事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话：咁真理系乜嘢呢？讲咗呢句说话，又去到犹太人嗰度对佢哋话：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问耶稣话：呢、这个指控系唔系属实？你系唔系犹太人嘅王？耶稣解释话：佢嘅国度并唔系属于呢个世界嘅，所以嗰日喺客西马尼园被捕嘅时候，佢同佢嘅门徒系并冇抵抗噶。其实咧，橄榄山佢系好容易可以转移视线，耶稣就可以逃走去到沙漠嗰边噶啦。咁当然呢、这个亦都系彼得试图做嘅，所以佢就拎刀斩咗大祭司嘅仆人一下。但系耶稣佢唔要逃走到去沙漠，佢选择留喺园主里边等候捉拿。当比拉多对耶稣问话之后，佢就出去面对群众宣告话：佢查唔出呢个人有犯过啲乜嘢对罗马帝国动乱罪嘅根据噃。咁路加就加插咗一段独有嘅细节啦。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当罗马巡抚一听到耶稣原来从加利利来的，他就即刻找借口，他不要执行这个审判的义务，于是就将耶稣送到去希律安提帕那里了。他是受命管是加利利的嘛。我来到耶路撒冷的原因是因为要过逾越节，希律也都很有可能就住在这个俯瞰圣殿山的前哈希蒙宫殿里面了。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这位希律，那是那位在客人面前为了面子问题而杀了施洗约翰的同一位希律。耶稣在加利利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希律心想这个会不会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过来呢？这位硬着心肠的管治者是很高兴地能够亲自见到耶稣，并且期望他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现在就行一件神迹给自己看看。但是耶稣并不是马戏团的一个表演者，当然也都会拒绝回应这个杀他表兄的凶手了。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虽然宗教领袖指控耶稣说他犯了该死的罪，但是这个铁石心肠的凶手希律，他是拒绝批准耶稣的死刑。
但系佢嘅兵丁佢系戏弄同埋苦待耶稣，俾件华丽嘅衫佢着上，然之后送佢翻去比拉多嗰度。耶稣再次喺比拉多嘅面前，呢位罗马巡抚再次同指控耶稣嘅领袖理论。比拉多全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于是个审判就这样结束了。犹太地的外邦罗马管治者比拉多和这个加利利的犹太管治者希律都曾经审问过耶稣，并且发现众人所告他的动乱罪是没有根据的，故此比拉多就答应说要惩治耶稣，然后就释放他。那些宗教领袖感觉到罗马巡抚的立场站得不是那么硬，于是就再施加压力要求判决死刑。咁比拉多就尝试用第二啲办法去释放耶稣，话佢哋嘅习俗会喺逾越节呢个时候释放一位囚犯，以表示喺逾越节对犹太人嘅恩慈。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比拉多他希望能够用因为逾越节而大赦的这个漏洞来到释放耶稣。当比拉多正在审案的时候，一件戏剧化的事件加插在这个紧凑的剧情里面。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二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现在比拉多更决心要释放耶稣了，但是他是低估了这些宗教领袖们对这位加利利先知的敌意，还有他们要耶稣钉十字架的决心。比拉多在矛盾的情绪底下希望能够达成和解，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个巴拉巴是一个强盗，曾经参与叛乱的。这个巴拉巴是谁呢？他是一个以偷渡的手法来到促进从罗马人手中解放犹太国的人。他用上帝之名促进他的理想，他叛乱，他反抗帝国，直到他被捕被判罪，为他所犯的罪而判死刑。因为耶稣被控的都是叛乱罪，于是比拉多就建议他不如释放拿撒勒的耶稣啦，要不是就是这个耶稣巴拉巴是已经被判动乱罪的了。但是这个罗马人他是不能够明白大祭司们对耶稣含有这么大敌意的原因。他们假冒为善得真是令人震惊。那朝在逾越节早上去到比拉多那里的人，他们指控耶稣说他领导动乱活动要对抗罗马。但是现在他们是要求巡抚释放的是巴拉巴，而这个人才是真的犯了他们所指控在耶稣身上的那项叛乱罪，但是他们是要求释放的是这个人。比拉多和希律已经审问过虚假的控诉，宣告耶稣并没有动乱。现在比拉多看到大祭司们的伪善，但是这班宗教领袖们所看到的乃是比拉多他摇摆的弱点，于是他们紧咬着有利的一点，坚持执行死刑。比拉多以为鞭打耶稣群众就会满足，于是就叫兵丁鞭打这个囚犯。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一幕吗？上帝之子耐心地忍受着兵丁苦待他的可怕屈辱。罗马人的皮鞭上面是有金属和玻璃黏在上面的，被鞭打的人会皮开肉绽的。荆棘的冠冕刺入太阳穴，于是血就流到他面上，就黏在胡须上。
然之后佢哋为耶稣穿上一件紫袍，嘲笑佢，话佢就系犹太人嘅王啊！佢以为咁样就会让群众引起同情同埋怜爱。比拉多带住耶稣出嚟，去到众人嘅面前。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几咁不可思议嘅一幕，站在那里的是上帝的儿子，穿着被嘲笑的衣袍和戴着荆棘冠冕，他的衣服已经褪到六条腰了，他背上有残忍的长长的鞭痕，正在大量地出血，他面上也是血迹，并且有着疲劳和痛苦的表情，但是从来没试过有这么美丽的一幕的，因为每一个面容都表示温柔、屈从和对残忍的敌人柔和的怜悯。但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一幕，他是没有穿透那些拒绝上帝之灵的黑暗内心啊。他们并没有被同情所感动，即使看到耶稣受伤和流血了，他们已经被憎恨和狂热所充满。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再次尝试要同犹太国的领袖理论，但是他的声音被他们所淹没，他们一再要求要钉耶稣上十字架。所以比拉多再次宣告耶稣并没有动乱之罪。然后他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终于道出真正的原因，为什么要恨耶稣入骨了。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现在这个铁石心肠的巡抚已经被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指控所动摇了。比拉多观察到耶稣他真是与众不同的，于是他就很紧张地问他：你在哪里来的？耶稣并没有回答问题，直到巡抚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真是一个悲哀的早上。比拉多这一位政治家，他希望能够取悦群众，但是他更加应该的是坚持做那些啱的事，他应该释放了那个无辜的人。但是他希望可以得到领袖们的认可，而那些领袖们他是感觉到他的弱点和摇摆不定。现在他们捉到痛脚了。这些人每日醒的时候都会因为想尽办法服从该杀而感到焦躁，怎知他们现在说：你放了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比拉多他很清楚知道该杀提比流出了名是会严惩暴下的，只要一点点的证据表示颠覆，大祭司如果告比拉多他放了这个叛乱者、煽动民众者、一个在罗马境内自以为王的人，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比拉多他要作出抉择，最后不得不屈服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真是不敢想象这一幕啊。比拉多带耶稣出来去到审判的地方，那时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的中午，对众人说：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上帝之子的王者之尊，他是从这个受到屈辱的肉体的情况底下表露出来，人人都可以看到他的王者风范，他们的心应该要知罪啊，并且承认耶稣就是他所宣称的一位，但是他们拒绝这个亮光，所以现在活在黑暗的里面。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比拉多他好希望能够释放耶稣，但是家阵他明白到这些宗教领袖们会去该撒那里打他的小报告，于是以后他就不可以再做当地的巡抚了。所以为了保留他的职位和名誉，他选择牺牲一条无辜的生命。马太记载戏里的比拉多作出责备宗教领袖们的举动，就是当众洗手，表示与事件无关。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二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虽然这个巡抚他当众洗手说不关他的事，他不要负这个流人血的责任，但是这个优柔寡断的罗马人最终是屈服在他们的要求的。马太就宣告说：民众表示要为行为负责，愿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你可不可以想象天上的使者是怎样看着这个事态的发展啊？这一幕你是站在边边的呢？宗教领袖们他们充满仇恨，他们判决无辜的人受死，他们脱离了现实，以致他们所担心的那是怕和外邦人同在一个屋檐下，以致成为不洁，于是就不能够吃逾越节的筵席。你会不会盲目地让正统的宗教带领你去拒绝上帝之子呢？或者你好像这位好奇的希律，你想看看耶稣行奇事多过想接受他成为你的弥赛亚？又或者你会好像这位妥协的比拉多，为了满足各人，最后连自己所深信的事情都放弃了？或者你好像受惊和动摇的门徒，奇怪为什么耶稣会让这一切发生？你想一想耶稣，你会怎样反应呢？耶稣来到橄榄山的客西马利园，本可以继续走下去，但是他在祷告的红怒下，他选择喝那个摆在面前的苦杯。这个决定其实是基于恩典，使他为一切牵涉在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父啊，原谅他们，因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现在你会不会决定要接受他成为你生命中的弥赛亚之君呢？天上的父啊，我们从你儿子的举动里面好惊异地看到不可思议的爱，我们好难想象他怎么可以让自己接受这个苦待和屈辱，但是他这样做，我们感谢你。哦，主耶稣，我们现在选择你作为我们的弥赛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之名祈求，阿们。请你不要错过这个特辑的下一集，我们将会再度和耶稣一起走过他的受苦之路，去到各各他。现在我从大卫塔这里靠近耶路撒冷的雅菲门，祝福你满有上帝的恩典。Shalom。